what was unique about what's happened in China with bike share is that it you know, did not happen in any planned way whatsoever. 移动商店的项目很快要进澳洲，我们叫做巴迪亚项目。It cuts out a lot of time, cost, and error for transacting. There's more and more Chinese productions coming to Australia, and you know,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really good crews that there are here, and also the incentives that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to offer.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演讲，有机会让更多的这个中国的影视公司，包括我们大的电影、电视剧，甚至现在最新奇的网剧，可以走向澳大利亚。GMIC 加悉尼其实它的全称是叫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那我们其实是一个大平台，希望说能够让这些科学家，然后科研人士，好的这种想法通过一个平台去发声，那通过这个平台去跟一些相关的资源做一个连接。I think that Mobike will be the first Chinese brand in the consumer space inside, you know, outside of China or in Western markets that is going to reach a mass appeal. And I think we have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build that brand, potentially change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Western markets. I think historically perception might have been around cheap manufacture, but you know, I think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 perception to be about you know, showcasing.The huge new wave of high-tech companies that are coming out of China that people in Western markets don't necessarily know about. 因为这项技术呢，在一五年之前，中道英翻译最好的是日本的公司，英道中翻译最好的是美国的公司。那么一五年，讯飞参加了一场国际的一个比赛，是拿到了中道英和英道中的全球第一。中日翻译、中韩翻译、中法翻译、中西翻译。中英翻译，对，它有几个语种可以来回切换。澳洲，这个国家，市场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比较关注。我们在澳大利亚设立的公司，我们的产品也进了澳洲。实际上，今天我们那个展区有我们的产品，现在已经可以进墨尔本机场，进很多的地方。澳洲市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很重视澳洲市场。尤其在电影这个领域当中，他们的反税非常高，包括就是用到在澳洲的这些制片公司，包括它的机器设备，它都会给最大的优惠，而且还可以直接通到，他也说你也不用到官网上去申请，直接来一个电话，来一个微圈，他也有微信，对，来一个微信，我们就可以立马解决这个事情。墨尔本他们也有很多这种创业团队一直在不停地研究一带一路的相关的政策，那其实本质是说澳洲的所有的企业和人员他们都非常愿意去跟中国进行一个合作，那据我所知的话，大部分的企业对他们的看法都是中国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欢迎他们去加入，中国的商业环境越来越国际化。习主席提的一带一路其实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输出起到了非常至关的一个作用，中华民族的重新文化复兴，你特别看到这几年整个 IP 的输出交流越来越成熟，很多澳洲的企业起初对一带一路他们是不理解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经贸往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和他解释，这是中国的希望打开门，走出去和西方加深链接合作的一个战略。这和很多国家自己自我封闭、越来越保守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我们当我们和海外的一些企业，实际上不光是澳洲，我们和很多国家在谈到这样的时候，他们真正了解一带一路，他们会非常敬佩，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了。